元祖美妆品牌 SkinFood 濒临倒闭边缘，加盟业者无奈苦撑，没想到创办人赵允浩竟然趁机把巨款放进自己口袋。2014년적자로돌아선회사는그해51억원의영업손실을냈습니다하지만조윤호대표는연봉으로45억5900만원을받았습니다甚至2015年疯狂亏损 3.5 亿台币，赵允浩还是爽领 1.2 亿台币高薪，全体员工一年 4.2 亿薪水，他一人就独占了三分之一。赵允浩不但没有供体时间，更被媒体爆出利用自家网络商城再扒加盟业者一层皮。엄청황당하죠가맹비를내고가맹계약을맺어서물건을판매를해야되는데본사에서물건을안주니까저희가온라인에서이제구매를하게됐죠骗业者没库存，网站上却是应有尽有。官方网络商城不仅登记在自己名下，员工薪水、宅配费用等开销，通通由 SkinFood 总公司负担，但所有收益却是自动汇到赵允浩的个人户头。三年多来，就用这种离谱方式，狂 A 53亿韩币，将近1.5亿台币。SkinFood 매장에서설땡땡화장품을팔더라고全南韩400多家分店，倒的倒，关的关，甚至别家商品也被拿来卖。曾经的南韩美妆龙头，如今债台高筑8.7亿台币，但大老板却继续荷包赚饱饱。愤怒的加盟业者决心提告，看来这场小虾米对大金鱼之战只会越演越烈。三立新闻徐少贞报道。